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娟。本期呢是一则快讯，为什么是快讯呢？因为红夫人的纸皮来了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，官方把红夫人的纸皮海报发布了出来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就是红夫人的纸皮，官方没有把名字公布出来。那么这边我们就先不管，先来看一下这款皮肤。大家第一眼看到的像什么？就是非常像孔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全身都是一个羽毛的一个造型，看上去是非常好看的哟。接着我们再看一下红夫人手上的武器，有没有感觉这武器似曾相识呢？没错，那就是情人节上线的约瑟夫纸画笔尖柔情的增大版。还真别说，这样子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。接着再看一下衣袖，衣袖的一个设定非常像仙鹤，而头上的帽子有一朵有羽毛编织成的花，中间有一个紫色的光，应该就是这款皮肤的一个特效了。以上呢就是红夫人纸皮的一个快报资讯，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心动呢？反正表就是心动了。对了，这款皮肤将会在下周四上线，并且是限时的。这样的话，小秋猜测应该还会搭配一个纸画，这边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一下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